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巨星的锤炼水，汪洋精灵祝福号。至于看到上一关，大家一定好奇为什么没有喜怒哀乐，对，我也觉得很奇怪。对，看起来好像是应该是喜怒哀乐一个 tempo 一样。好，现在我先做一个强化复式，一波想要带走两只，谢谢各位。哦，基本上储技对 BB 来讲必要性没有很大，但是有点新珠哦，至少右边那只跟着出起来的。强化扶持我已经做了，所以应该还好。我切开。啊？好，不小心就把它 KO 掉了。那就无所谓吧，就一起 KO 吧。右边做了一个光柱的叠柱哈，这是属于高层叠柱的部分。好，王冠。哦，召唤小怪哦，没有两秒转珠都还好，两秒转珠我就头痛了哦。基本上他给我秒数那么多，好像没有太大帮助了哈。做了一个叠珠，叠珠好，看起来是 OK 了。好，我决定做个全体攻击哈。好，BB跳了，再开，再来。哦，这个基地来讲，升华后，哦，听说可以基地增加到50%，那应该是基地还算蛮大的。不过还是要实战当中应用一下才有感觉啊，好不好？好，以上是这个水 BB 哦，升华。升华三的关卡示范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